爸爸，我放学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嗯，什么好消息？今天没有作业。怎么这么爽？马上都考试了，还没有作业啊？没有作业。来，没事，刚好给你刷一张卷子吧。哦，数学对我来说想开。对了，马上要期中考了，我们把那张数学期中卷子刷一下吧。中午一张，晚上一张，给我拼喽！拼了。来，计时开始。好的。两，第一题，看图填空，找规律填空。画草稿解决问题，图形分类题。半个小时了，第一面还没完成。看图列算式，原来有多少本，还剩50本，借着5本。我敲了9下，小丽比小明多敲多少下？请你提出一个数学问题并解答。妈呀，好大的字呀，跳了，被自己出的题难住了。装一盘，能装满几盘？8个装一盘呢？是这样做吗？5根火柴如何摆2个三角形？报告爸爸，我已经写完了。好了，47分钟。哦，47分钟。不用看。有一道题是错误的，还有一道题漏写了，自己检查。爸爸，错的那道题是在后面还是前面啊？计算题。对的。妈呀，5减6等于11。我开始评分了啊！嗯。来。5减6等于11，老大。不是。一盘，两盘，三盘，四盘，五盘，那这个8个还能不能装一盘？能。那你是不是应该再写一个8减8等于0？应该是不是几盘？应该是几盘？几盘？应该是5盘。5盘，我这里是不是还有个8减8？8个还能不能装一盘？不能了。8个为什么不能装一盘？还可以装一盘。那是几盘？6盘。是不是又错了？嗯，基础卷我才得了90分。97分。哎，我太难了。啊，马上就要期中考了，你可要努力啊！明天再刷2张。嗯。走，我们去吃吧。走，今天晚上的晚餐是鸡排加肉包，这个是老舅给我们的，谢谢老舅。走，开始制作。爸爸的，五爪鸡排下锅。出锅了，我们给它剪一下。哇，看好笑。嗯。开饭了，包子跟鸡排。哇，那个鸡排好，感觉好好吃哦。蘸一个。嗯，好吃。我也蘸一个啊。嗯。嗯，你来做这个。我先尝一个这个。好吃。好吃。超好吃。嗯。哇，这个真的超好吃，你们看，一撕开，全是肉。这个酱汁也很不错，这个是鸡排，爸爸炸的非常不错，虽然有点辣，不过加上这个番茄汁也很好吃。好像这样番茄汁没那么辣。对，嗯，我在这里祝小伙伴们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长得肥肥胖胖，有福气。嗯，别人可不想肥肥胖胖的，就你想肥肥胖胖的。嗯，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
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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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